莲县春季集团结婚，8月16、17号要举行，婚礼场地第一次移师到瑞穗乡天和国际观光酒店，占地20000坪的城堡庄园复合式顶级度假村，结合在地温泉黄金汤，为新人打造难忘的新婚回忆。而县政府也致赠每一对新人市值12000元的家电用品作为成家礼，即日起到7月17号开放民众到县政府的民政处来报名。花莲县政府每年春季两季各举行一次集团结婚，由县长许正伟亲自颁发结婚证书，给新人们最诚挚的祝福。县府办理集团结婚即将迈入第25届，见证近2000对佳偶完成总统大事，牵扯良好姻缘，更组成家庭，获得民众热爱的回响。今年度婚礼将定于在天和国际观光酒店，让新人们身心灵沉淀在花莲的山明水秀之中。花莲县政府109年的春季集团结婚原定在5月份来举办，但是因为新冠状肺炎的一个关系呀，我们延到109年的8月16、17号礼拜日跟礼拜一，在瑞穗的天成酒店来举行啊。今天啊，即日起哦，在109年的7月13号到17日，我们总共的5天的一个时间呢、啊，在花莲县政府哈、啊、来受理一个新的那个集团结婚的一个报名。名额部分的话，目前暂定是62名。原来我们的规定是要先接受这个家庭教育中心的一个讲习之后再来受理报名。但目前哈、啊，因为这个名额部分的话还有一些名额，我希望我在这边呼吁啊，这边也希望这个所有的乡亲啊来。热烈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集团结婚。如果你没有参加之前的家庭教育中心的一个讲习的部分的话，你今天还是可以先来参加一个报名，然后事后的话我们会办理一个讲习的一个程序啊。花莲县政府啊在这边啊诚挚的邀请所有的乡亲啊，所有的新人来参加这一次的春季的一个集团结婚。花莲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江东生表示，为了让新人能够充分了解婚姻的意义和内涵，提升经营婚姻生活的能力，县府规划婚前教育课程4个小时，完成课程的新人即可报名。今年春季集团结婚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活动延期4个多月，并且开放尚未完成课程时数的民众，可以提前报名登记集团结婚，再到家庭中心办理完成的课程。记者庄一华报道。